太阳能的管给坏了，姐早起俺婆给我打电话说，往太阳能的上水里那水管那个一根那个太阳能的管里炸了，然后正好姐我回去了，拐着消防缸这那个往回给他买一个，公公给我量量尺寸，然后来这买一个来。哎，这多少钱这个？40块钱就算三吧，回来了没有妈，回来了没回来，哎爸你看没在这位，人家这个他这个尺寸都是在一般一般，人家啥盆里了，人家说太阳浴，人家都是这么涂，该是，人家都是这样的，你会挨呗，人家说这个反正是脆，这个比较，你往这抹点洗涤灵，抹点洗涤灵了，那个手人家给我说的，手这扭掉。这扭掉，往这上应该，然后这个太脆。啥？他没摸，你看我没摸过这个。我这让鹏鹏给你，我知道他会捏。哦。我在那捏捏过，我姐捏过，捏累啊，大哥，人家都是捏个捏个，哎呦，我姐捏。不然咱打个电话叫他来这给捏。行了。先没捏过，看给捏会了，算了。对对对。你好不容易没来到了。正好你碰碰来了，把咱那个里头给咱听理听理，你还会听理听理。我听理过，咱那个俺这么多年没听理过。那里头那水池是呗？这是啥？放着了。俺姑姑刚才还说这个时间长了，把一些又坏了，还是求助你吧。对。对。哎，把那棍拿掉嘛。他那个打那湿的了，里头那都还在里头嘞。他这都给护带啊是？对，这个我这个那天给他护带。提着那溜，那溜全是准，倒着吧，哦，那能倒上呀？别烫着手了啊！慢点，看看看，全是这。我得了这个挺多。哇，还有一个。乖，就是，咱这多少年没清理了？两年没清理过。年我清理过，咱也不问。那还得冲了。咱把水果滴好掉吧。必须把水果去滴好的。行了。滴好的，把水果抽上来，那水果直接把这个抽了。拿个水果。洗了都没滴水。没滴水着了。这个溜油，那中间那个字没有加哎？不知道。那个是不是堵嘞？哎，那个碰一会儿给修修开灯儿，弄好掉。从那手里边弄，啥都拿不住。啥都坏。心灵手巧嘞。丢了一亩，那是不是它堵了，它上不去，还是咋回事嘞？这个溜一点水，一点水都没有家。
我家伙嘞，真脏。麦粉吧，一上市。我家坏一个，没劲了，这个是。这不连来着的。那俩是没有。那俩不是，那俩没有水，你知道了呗？时间长了，这是。嗯，没劲了。挺挺啥哩，干啥活也啥哩。哦，肯定受强嘞。嗯。这还爬俩。爬俩主要时间长嘞。时间长嘞。那俩我家磨地儿，婆婆你说那个，那俩人就是不顶水嘞。对。堵住他那溜没水。有点水这样好点。哦，那溜都是干面面，你没见倒出来那个。对。那是时间长嘞。哦。温度太高。等我一会儿了，买俩嘞去那。啊，一会儿。就给打个电话说一声，引他。你听见了？哦。再买俩的来，再买俩回来吧，安上去吧。哦，回来了你再给安上去。你看这不有朋友，这还是安不成的。出门儿，走走，上午在这吃饭吧啊。上午在这吃。啊，不来，在这吃饭吧。